二甲是 x，乙是 y，甲给乙，那就甲要少80，乙要多80，要这样。然后甲是乙的3倍，那乙给甲，那甲会多40，乙会少40。这时候，甲是乙的9倍，然后联立。所以这 x 减3y，这是240，移过去会变320，240加80会320，这是 x 减 9y，这是减360，再减40要减400，减360减40要减400，那我们就用减的，负3减负9是正6。这个减完会变加400，所以是720。y 等于720除以6等于120。好，那带回去，带这个 s 减三个120，要等于320。这也是360，这要变减360变加360。所以答甲是680元，乙是120元，对，80600对2003倍，可以40720对80是9倍，运算是对的。再增加就是比原来多加一加0.1，记得吗？小六说的基准量比较量，那多的部分没关系，多的部分是多4300，好，所以哥哥多出0.1x，弟弟多出0.15y，会多出4300元，好，然后去年供，所以 s 加 y 35000。你可以多乘以十，乘以十是 x 加上1.5y，43000。底下照抄哈，x 加上 y，35000。这数字很小了，很干净啊。咱们用减的会变成0.5y。43减80，35是八，0.5就是一半，一半8000，那乘以二就是16000。好，16000，这边乘以二，这边乘以二，这样就好了，不要用除的。好，那35扣16，s 等于35，扣16000，那就19000。19000，可是他问的是今年哦，今年，所以第一个，哥哥是19000，多了一加0.1，对不对？10%嘛，所以是19000，分配率也可以，再加上1900。所以是20900，哦，这第一个哥哥，那弟弟多了15%，所以是16000乘以一加0.15，看见分配率也可以啊，是16000嘛，去2个0。2400，所以18400。所以是分开的哈，分开写。今年哦，他问的是今年，x 负 y 值，4年前叫 x 减4。
儿子加 y 减 4， 然后他说要6倍，等于这个东西的6倍。在20年后 ，x 要加 20，y 也要加 20， 他说这个时候是2倍，是不是都这样写？这个都可以做好 ，x 减 6y 等于，这是减24加 4， 那就减 20， 那这是 x 减 2y， 这是 2y 嘛，哈，40减 20， 那就20，我用减，负6减负2等于负 4， 负20减20负40，y 等于10。那就带回去上面这个，对 ，s 减6乘以10等于负20，所以 x 等于负20加60，60减20等于40，就爸爸今年40，小孩今年10岁，这样，4年前40。36 可以，20年后30岁跟60岁，我几年前就要写要减了这个个位数字通常是这样 x 跟 y， 所以第一句话是个位数字是 y，两倍会等于10位的5倍再加1。第二个他说新的是这个 y 在前面。10y 加 x 要等于旧的 10x 加 y， 旧的2倍括号乘2再加7。好，那我们就整理，对不对？这可以互换的。5x 减 2y 等于负1。那这个要怎么整理啊？这里是 10y 加 x 等于 20x 加 2y 再加7。5x 减 2y 等于1，这个砍掉是19个 x， 好，那一块这边负 19x， 然后这一块变加 8y 要等于7，10y 减 2y 那就 8y。上面乘4，然后 20x 减 8y 等于 4， 负 19x 加 8y 等于 7， 我们用加的，所以是 x 等于 11， x 等于 11， 2y 等于 5x 加1嘛，齁，5乘11再加1是56除以2等于28，这个是数字吗？这不可能是数字啊！这是我抄，这里没有抄到，这写负一，改一下，乘以4，这是负4，这要写3才对。要检查订正一下，15加1 16， 这是8，所以这原来的数字叫38 38、
他抄对哦，刚才这里没有抄到，十六 x 加 y，前面叫倍加速，后面叫加速，加速多零，所以叫10y。好，第一个就是这样子，四五六三，加速少零就是除以十，少写一个零就除以十，就零点一 y，108。这可以直接列式，减掉十减0.1是9.9，这是五，是五，四，四，那所以是 y 等于什么？4455除以0.9，9/4450，943685，9981。45 4950，多写一个零，495了，94 3685，我就一直超出9.9。这样才数字才大小才对。9.9啊，也不是0.9。台湾正确的和。就再第二个吧。S 加上0.1乘以450。45。108减45。那就63了。哦。也不对。他要加正确的和，所以还要再加一遍。63再加450。哦，这才是正确的和。再说一次啊，加速多一个零，那就多十倍，就十倍。4563，少一个零就0.1倍。那可以直接减变9.9，9.9，那是450，带进去63，那所以要加起来，因为它要重加一遍了，哦，加法，加除以乙等于三倍于四，假如是 x， 这是 y。被除数等于除数乘上加余数，这样，然后在这里三甲除以二乙等于两倍于五，三甲就是三 x， 除数乘上加余数，好，四个乙就四 y， 二乙乘二就四个乙。再加五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代入小区法。三括号三 y 加四等于四 y 加五，九 y 加十二，四 y 加五。那九 y 减四 y 有五 y。那些五啊，怎么？我是想睡觉了。
520再要写10Y，还好。这是5啊，嘿。520十 Y 再加5，哦，这样子，9Y 十 Y 再乘1Y，12-5等于7。那在这里就是 x 等于3×7+4，21+4是25。那他重来一次，他说甲除以甲的十倍除以乙，甲的十倍就25的十倍，除以乙是7，250除以7，7×3=40，7×5=35，所以答案是5。再说一次，被除数等于除数乘3加余数，乘3+4就是3y+4。他说要3倍的甲，3甲除2乙，要5倍再加5，好，所以2乙×5就10，再加5就10y+5，10y+5。9y+12，10y+5，y 等于7，好，然后3×7=21+4等于25，这样来的。然后他又说甲的十倍，他问十倍再除以乙，7×7=21+40，7×5=35，所以答案是5。那再来，他说解释3-2，把 C 看错。好，这是3，然后-2，3-2，这是笑话老师看到的，然后把 C 看错，可是那 AB 没错嘛，所以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对 Sky 来说 AB 是没错的，所以以 Sky 来说这是-2跟2。所以把这一组拿下来，叫 A 括号-2加上 B 括号2就等于2。那笑话老师是3-2，叫 A 括号3加上 B 括号-2要等于2。就我们两个人看到的 A 跟 B 把它凑起来，就变点力了。哦，这是Sky看到的。这是对笑话老师看到的。那就可以连立了。好，这很明显我们可以用加的，好，因为-2b 跟-2b 用加的，它会变成 a 等于4，这样那个就变很简单， a 等于4带回去3a 嘛，第二个 a 乘3就12-2b 要等于2， 2b 等于 10，b 等于 5，b 就等于5。好，那就是正确的 ab 就出现了，然后再带回去他要求 c 嘛，那我们就看第一步，正确的3-2，嘿，正确的是这个3-2。C 这个东西拿下来，第二次 C 括号3×7括号-2要等于8，把第二次抄下来，这个
3C 加14等于 8,3C 等于负 6, 8减14就是负6了，哦 ,C 就等于负 2, 哦。那最后第三步才把它加起来 ,A 加 B 加 C 等于4加5加负 2, 9减2等于 7,再说一次，AB 没有看错，所以 AB 要凑起来。实盖的答案凑一次，小火的答案凑一次，负二二凑一次，三负二凑一次，找出 A 跟 B， 四跟五哦。然后再就是用小火老师的答案三负二去带进去找 C， 好，这样就可以。那看谁看错嘛，要看错的不要写啊，看对的再来做。好，豆浆是 X， 三明治写 Y， 所以叫 2X 加 3Y， 等于84。5X Hank 加 7Y 等于201。这里有。好，那我们就通10好了。总尺的话是 10X 加 15Y 乘5倍哦 ,420, 这个乘5倍。那这个乘2倍 ,10X 加 14Y 等于402。我们用减的吧，我们用减的。所以 Y 等于 18, 三明治18块。然后丢一个 2X 加上3乘以18等于84，是54。84减50是30， X 就变成15块。好，那确定好之后四豆浆九三明治，四乘十五加九个三明治，好，六十再加162，222元，然后再500块去减222，八七。要找278才对，找278才对，对。找出用条件嘛，好，照上面讲 2X 3Y 跟 5X 7Y 对不对，然后再 4X 9Y 再把它算一遍。好，所以要找278。那分母好，我们写这 X 这些 Y 好，分母 X 减 Y 等于2，这第一个条件。分子加一就是 Y 加一，分母加9 X 加9，这分母是分子的3倍，这是分母等于分子的三倍。他说了，分子加一 ，y 加一，分母加九 ，x 加九，分子加一，分母加九，然后是分子的三倍。啊，整理一下 ，x 减 y 等于二，三 y 加三等于 x 加九。我们可以在这里整理，这个可以写什么？写 x 等于 y 加二，对不对？把这移过去，我们再把它带下来，带入哈，三 y 加三等于 x， 对不对？
，x 叫做 y 加二再加九，所以三 y 加三等于 y 加十一，三 y 减 y 是二 y，十一减三是八，所以 y 等于四。好 ，y 等于四，带回去四加二等于六，对不对？这里四加二等于六，所以你这个算这个分数是六分之四，六分之四分之加一。好，到这里我要看到啊，嘿，每个人加油。